科班碎片怎么就在宿州酒泉去了？这山高水远的，这看路线，我们还可以借到凉州。那蛇的怕是和兄妹叫勾结，我们怕得小心才好。不妨事，我们就凉州快转过去，再往西，应该是走这条路就能直达宿州酒泉，拿到科盘。王鼎教学。本君可是这样，你们竟然没人搭理本君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你病了没？哥哥看，一吃哥点火架锅，终于可以吃了。你去，你们就没发现本大仙给你们把电话钻印的材料集齐全了？看王鼎去架什么锅呢？真是的，没，好失望哦，怎么办？王鼎，鼎也是锅啊。咦，快没上大仙了，你们还是一直能冷炼化出醉印吗？好给吉生附着特殊效果吗？快来看看，这个字是念密印吗？还是转印？转印。Hello，Hello， 新观众，好，我们来炼化一下。喂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停在送魂石上面啊！本君才不会变成什么人的送魂石呢，快去看命印去。你以前就是送魂石啊！转印，没，太好了，一就来研究。罪行转行之方，能够在三合字之罗斋幻境的三内中获得。根据转行之方收集材料，炼化及提升各部位所需的不同的转印。不同级阵的部位可以需要不同的转刀，这到底是转刀还是密刀啊？我待会再查，还是想找，现在查好了。好，这个字念转刀进行转印，使用同类。哇，这个字我也不会念。这个字是流刀吗？还是金刀？我来查查。这个字念战刀，真难念。战刀进行转印，两件事件可激活共鸣效果。OK， 给吉生盖个戳，原来还有这种妙用啊！多盖还有共鸣啊！一池哥、雨姐姐，我们快来炼化转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吉生盖戳啦。哦，就炼化出一个东西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是已经知道的东西，OK， 然后画像跳过，获得一个问号珠魂核。好，那转印的就是在吉生这边可以做冰刃啊，然后，怎么弄？我忘记了啊！对，比如说妖灵石啊，在这里钻印，然后你就会选要加钻印是加哪边这样，就假设加这个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，好，就增加一些属性啊，大概是这样。俺这买个战死的将军，谁知道为啥前几年仗不打，他倒是闹起来了，这天天晚上没得安生。战死的人不得安宁吗？还是先把他们解决再说吧。结果还有，还有这样子的，事后再补兵还有事后再补兵。这战死的将军怕是不分停战，这才总不能安宁吧？毕竟与他而言，一寸伤痕，一寸血。我石轮宫弟子当手中持政，护天下百姓。
哎，老人家，那坟头到底是哪位将军的、啊？谁晓得啊？老头子我也是顺耳听了些，传闻这人曾是当年汴京的一个禁军，后来才当成将军的。哎，闲话莫说，老头子我这找你们，是为同你们这等英雄人物唠叨几句。这寰宇内啊，此等奇谈怪事，同过江之奇，数也数不清啊。劳烦你们多留留心，瞧见呢就去帮忙解决一番，也算在这个乱世之中造福百姓啊。哦，这是奇遇功能哦，要多加一个了。每天九州大陆会发生各色事件，有奇遇才是真江湖啊！完成各类奇遇事件，获得不同的奖励。OK， 所以要选一个咯，好，我们选一个。我们打这个江湖擂台，紫云、空瞳，看到这两个门派就不爽，打爆他们，打爆。那就去主线咯。哎，等等，这边是不是来过了？哎，等等，哦，那奇遇会自动跑到那个地方。OK， 好，看懂了。哎，怎么不能点？是玄冥教，他们果然追来了。哦，没什么剧情，我们快速把它打，快速把它打过吧。狭路相逢，勇者胜啊！皇帝离开朝中，丞相，那你带个话给蛇叔你。玄冥教当真真有诚意，不如改日叫小方盘城一见。你们这是何意？玄冥教？叶掌门，我们丞相说了，大家都同道中人，你大可不必装作忠于玄冥教。哦，对了，叶掌门。你要找的东西，现在没有，怕是叫你白跑了一趟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叶掌门，你可记得曹无名？你知道些什么？他在哪？他说了些什么？哈哈哈！叶掌门，这么怕你的旧日同僚？你奉劝你一句，若不想被那儿的武林知晓你的过去，你这把剑的过去就莫要拿着玄冥教的鸡毛当令箭。良辰吉言，那舍得寄语和玄冥教公姐应是在找我们的，那只能多加小心了、啊。我们得借到此地。此时，扬州城内，曹无名正躲在某处。居然皆是伏兵。叶俊斐，曹大人，别来无恙啊。叶剑飞，你身为宋人，竟和那舍格勾结在一起？哼，两面三刀的鹰犬，还想学什么忠义之士？你且看当今受尽海龙的下面。曹大人，哟，曹大人跟着吴将军久了，也是交友甚广啊。动手！明明是黄尘师插在巫女身边的钉子，却真把她当成义父了。武林自个都知道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你还保她做什么？
是相点，把吴林那你送的信交出来。曹大人，吴将军他小兄弟，未曾想今日相见，居然是当日河谷重演。小兄弟，当日之恩吴敏已无可相报，不敢再有相求。但此番吴将军托付吴敏，却不敢忘。吴敏恳求你往甘州仓城客栈送一封信给一个叫喜欢莫多言，信你自己送，这是你自己应了吴将军的事。吴敏此番怕我们会助你离开。既然这样，那便献过。吴敏此前探过城中地形，我们可以从此处离开。大家快走！啊，简单，尽在掌控，毫无难度啊！曹大人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吴老将军他，从今往后叫我曹大人。诸位，吴明有一次相求，吴明此行托将军之命，希望甘州仓城客栈。给一名孤刀阔把的豪侠送信，将军所托，吴明不可负。但吴明身负重伤，恐耽误时辰，恳请诸位助吴明跑一趟甘州。吴明，你小兄弟放心，吴明一定拼了这条命活下去。吴明，你这条命还有作用。从前你在大傻关外，你所问的，吴明今日可回答你的。吴明。欲知该为何而死，于此此物与我已无用，但落入外人之手，或许又会生祸，便予以隐瞒吧。哦，芝罗梦，芝罗梦，好古怪的名字，这是什么佛学典籍吗？此物其实得名于五洲库吏来俊臣的罗织经，所谓载天下构陷之法，阅者无不恐惧。但罗织经只是表象，人皆有恶，只需补足即可，何必罗织？这罗梦乃是皇城之内通物，以组织为节，要人为章，失踪之人所得情绪皆记录于此，永若是遇见什么，皆可收入其中。这上面所记，便是我入皇城市以来接触的组织要人。我入世虽久，但一直待在将军身边，收拢的资讯不多，但也观之一二。他日若你们遇见卫士的组织或是小道消息，皆收入于此。任何人都有他们想隐藏的东西，如果想要了解，就要与他们产生交集。好，证明一下是知梦斋。现在留在凉州城内所言，我却有事需你们帮忙去办。此事我等记得，必不负所托。孤刀拔拓的游侠，吴将军钟古兰也啊，吴林将军已经死了。OK。线索通常是与目标产生交集最好的办法，有些线索可以轻松获得，但有些就比较麻烦的。通过这些线索可发现这些组织所为之事，并可进一步得知他们的意图。获得线索后，可以拼凑与目标方式的信息，利用这些信息与目标达成接触，加强与这个组织的联系。当然也可以从其手中获得丰富的报酬，有时候还能得到这些组织的秘密。找到这些组织隐藏的秘密，有时候便能还原出他们的目的。行走江湖不能光凭一身勇武，记得这世上能完全信任的只有自己。无名。好，所以是芝罗斋，我刚刚念芝梦斋是不是？我刚念芝罗梦啊，
芝罗斋啊，对 ，OK， 好，芝罗斋，好，证明是芝罗斋 ，OK，OK， 芝罗斋，芝罗斋，好啦。好，很多东西，我终于过到这个芝罗斋了，哇，天哪！吴将军他姑娘还请别问了，不过于早年风波挺无二。你是皇城市的人？城市？那你在吴将军身边，其实如你们在城内所听见的一样，无可辩驳。罢了，那些事情我也扯不到这人身上。恭候诸位多时了，我乃天玄门弟子，蒙阴少主所言，知晓各位身所绝论，特来求此缘。求缘？发生什么了？时间紧迫，在下便不赘述。我等想请诸位助天玄门与黄城师行云台之争，一决纠纷。云台之争？我中原门派为决诸般江湖事宜，特起云台之争，即是双方对参胜者可决事宜。自南清后，此事已漫至江湖之外，庙堂与江湖之间，离众一等也会行得此事一决纠纷。今日因是我天玄门与黄城师所决之日，但此间的天玄门弟子都不堪可用，我们还需一等参兵应战。无奈之下，便找到诸位相求。没，那子英为何不去？英少叔应有要事，便是我等也联系不上。诸位放心，此方势必。我等必与诸位好处，即是英雄同门。好，会战之时，吾等必会相助。鼻息，你似乎有些心事，或许不能说是心事，而是往日的魂灵在缠乱不休。往日的魂灵，之前你来石人宫的时候才几岁啊？还记得之前的事情呢？谁也不是石头缝崩出来的，我曾有过父亲母亲还有姐妹，过着寻常人家的安稳生活，本以为会是平静的一生，但这一切却被一把漂亮的剑给毁了。怎么说，我前几日见到那把剑就在叶掌门手里。哦，好像懂了什么。无名兄，无名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说，黄城师究竟是什么？朝廷养狗的地方。你，黄城师的事，朝庆已经死了。这类似东厂的概念吗？哦，只是在大陆只知的意思。哦，那只鹰怎么不去？哦 ，OK， 好，营地的对话解完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将军本有话要告诉你，还认识你的父母。果然吗？那日在大傻关，他将三盒子交给我时，我大致就有感觉了。但他当日事事不愿多提。他不愿多提，是因为有所顾忌，毕竟在大宋官驿。关爱恐隔墙有耳，提我父母和隔墙有耳有什么关联？你父是反王。什么？你没听错，就是反王。据说当年他兵败南关道，只是其中尚有未能查明之事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。然后呢？那绍兴27年春，却又有人在京见到他，那时他身边有一女侠相伴，后一同进西夏，出西关，自此再无人见过他。他，那我父为何被当作反王？据说是为某件东西，据说是能叫宋崇德太祖时国土乃至汉唐荣光。那为何？具体应有将军也不知道，将军为人是不信你父亲有罪的。仇要如何报？
刚才天玄门人托我们来帮忙的云台之争，他只能派一位上场，我们派风铃声，看起来是没什么剧情啊，不过我们还是把他打完吧。这么痛，刚好克到，超帅了！他重打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快躲到我的身后！好，就这样子吧。没。大事不妙，竟然又有石怪又有愚昧的，真是的，越着急的赶路越是撞到这种妖邪窝里，我们可以赶快解决，还要给无名送进去呢。好，通关拿到一些魂关魂石之类的。 OK， 好，过去之中的劫，于西，我刚才好像领悟到什么，怎么突然提起这个来？那些战死之人也会成为过去啊。小不点，你干嘛？没，这叫棒喝，能让尉迟哥你清醒清醒。你雨熙，你看他，你还笑，依依也是一片好心。就是啊，还不是因为看到你在神神叨叨的。得了吧，这哪是棒喝，分明是欺负我老实人。阿良，方才还没有说完呢，过去之劫悟到了什么？这是那些战死之人的亡灵成了过去的劫吧？石门宫的师傅们享用的不就是……阿亮，不如口出妄言。哦，石门宫的人不是就是想要大侠救命啊！大侠救命啊！老丈莫慌。请慢慢说来，我们昨天这里来的盗匪，你可要救救我们啊。朝廷追杀，然后呢要去哪一节？看一下斩妖除魔三人组答应过的事定会去做吧。哦，啊，如果不去做会怎么样？哦，虞姬身世，当年我并非食人宫的虞姬，我有家，是那天月下的那道剑光毁了一切。现在我终于找到这把剑，应该是叶掌门那把剑吧，所以跟黄城氏应该有关系。叶掌门，怎么你在这月下伤怀了起来？先生说笑了，叶某从不伤怀。哦，连见到故人也不会伤怀，叶某何来的故人？哈哈哈哈！叶剑飞，朱人马门却依然坦坦荡荡，真不知道你是个小人还是个君子。谁告诉你这些事了？哼哼，寻仇的来了！哈哈哈哈！告辞了。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哎，怎么莫名其妙就叫人家血债血偿？他什么时候确定他是杀父杀母仇人？哎，莫名其妙的关卡。好，叶掌门，人可以改头换面，但绍兴28年月下的那道剑光，我毕生都不会忘的。你是余家人，去死吧！等等，你父母之事应有缘由，你杀我，
也报不了你的血仇。你父母是四象门的掌门所害，我家人为环城市抄家，与四象门何干？当年抄家之事，却是我之所为。其实无论内事，都知甘办环城公事，奉命而为，诛杀贼寇，仅此而已。叶某人一味寻私仇，二位害百姓，失君俸禄，为君分忧，不过就是朝廷的一条狗。别废话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官为人亲，不得详细，但我却知当年灭门之事，乃是四下门掌门向朝廷密报案情，致使皇城是大举出动。说清楚点。叶掌门，不好，真兵来了，我也挡住他们，人数太多了，走。四十连环终又始，百年不见南山村。于西，没事，我能找到他第一次，我不能找到他第二次。哎，看样子换换键盘那个姓叶的还真不算什么好东西。不过嘛，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本君有消息告诉你们，换花剑派的弟子正在酒馆里喝酒呢。这种时候他话最好，快去三合子里头找人吧。就这种东西啊，误事喝多了，说不定都吐出点什么来呢。OK， 好，这个就很重要的线索了。解完之后可能会触发某些东西吧。三合子的什么啊？哪一个啊？哦，这个。OK， 所以有些支线是要伴随着这个三合字解完之后，那我们这个明天再解好了。我明天中午再去解，那我们先跑这两个，好。好，结果两边的支线是不一样的。老丈，这个盗匪的就是这个村子。哎，就是这。这地方不是有瘴气？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村子？哎，官爷，这人已经被我老汉带来了。老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是几个异邦人，看来曹无名这次要反了。他人在哪里？说出来，有你们条生路。没，人倒是不少，看，但也看你们留不留住我们啊。官爷，时辰已到，独掌龙了，他们跑不了。干得不错，下去领赏钱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哦，有毒物，哇，真是哦。被阴了啦，被个老头子阴了啦。必杀哦，一旦触发就会立刻丧命。哇哇，而且好大一个哦，四个哦，然后只能参战三个人。那杨云卓一定要放了哦，那就风铃声林建平这样子。送黄城市，哼！黄城市的人估计会有暗笑，我们还是快走，免被他们咬上。看样子你们和黄城市是结下梁子啦。本君替我们找到一条路子，山河治理可以找出黄城市的居所，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一起对付黄城市的人。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。好，这是跟上行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之后再说吧。参城客栈，好奇怪的名额，客栈不都叫什么来福客来的？咦，快过来，我们找店家打听打听。
啊，好，这就来咯。店家，这仓城客栈内可有位孤刀拓跋？这个诸位客官为何要找他？找到他了。果然是玄冥教。哼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没，哪到哪都有这些两种。好，孤刀拔阔，纵你武功盖世，今日也逃不掉。那就试试。没，打全民将算成我们。啊，保护他。这一关是无三星条件，能够保护吗？哎呦，一个保护，应该是十字印吧。好，我们保护他，上场上阵，有五个人可以上阵。我们众人之托来此找前辈，将此信交于前辈。唉，未料到三十年，等来的却是……唉，多谢你们为我送来故人之信。唉，想无灵一世忠义，却被勾陷。本想玄冥教不过小小，不成想竟还有如此本事。班沙堡尸鬼出没，只怕大侠也在他们图谋之内。图谋家国，听起来这是玄冥教背后另一人的主意。前辈，方才听你提起玄冥教，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些杂碎。前辈觉得尸鬼与玄冥教有关，是与否，不如一道同往盘沙堡看看，便知分晓。这，孤刀前辈，信寄已送到，那我们还是……我与前辈同去。阿良，玉溪，我还有别的怀疑，既然与玄冥教有关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，也可再行谋划。啊，仗义之剑，恐也唯有少年方得如此洒脱。尉迟哥，你能不能把吴老将军召回来啊？哎，老将军明知道回京是去赴死吧，依依知道，其实也是老将军选的路，但细想来，依依又觉得这更像一种宿命。命？我可不信这，但确实一直有宿命一说，否则能来的占星算命，你们难道感知不到诸天星要带来的运动吗？啊，你感知到什么？你们无法感知吗？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能察觉星辰变幻？你们试试在手指上缠上我的法师呢？就像这样。哇，又有新功能。天哪，哇，是什么？能感觉到吗？很多人都在这天穹之中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本属宫宿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本属宫宿之中其实就隐含我们宿命的轨迹。阿良，我们先看看你的吧。我们所为想来俱已命定，否则为何这些早已炼于星耀轨迹上的事能加强我们天魂之意呢？没，依依知道天魂之翼的用处，我们快来占星啦。果然传说中有太乙占星盘，隐含洛书，顿音星耀天魂之翼真的能用在依依这个东西之上。天魂之翼通过星盘中回响，好像能回应本属宫序宫术，
原来传说是真的，经过星盘，天魂之力得以印入星耀，能提升本属攻速的星等，提升我的力量。我要30人才能解锁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也不能做任何事。好，反正就有目标，然后跟占星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攻速嘛，那念攻吧，攻速。好，一一看起来可以了。然后要达成目标六个，然后就获得一些，就是星天魂之力，然后天魂之力可以做占星的动作吧，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有闪闪发亮，就是我现在拥有的阴影角色。然后有这些阴影角色啊，就可以拿到十字金。那我们拿到十字金可以干嘛呢？就可以抽卡。那这抽卡可以干嘛呢？这样子我们可以加快速度，刚好明天可以220抽哦。好，我知道大家都累了，忍耐一下，我把这边介绍完。一，这太乙占盘你是从何处寻得的？没，就是家乡长辈给的啊。一直觉得这没什么用处呢。真没想到堪皮斯手里竟有这种东西，早知道离家前都多翻翻啦。好，本婚祭婚已卷前成歌立天下，也结交过不少好友，什么一代豪侠、千古名帝、飘香佳人。不过最让本就怀念的就是那个光头了。哦，你应该听过他的名字，是玄奘。虽说那家伙是个废牢话痨，但我真的没见过像他这么赤诚的人，猛管是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。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，东土佛学承揽修行之人难得真法，玄奘要往西天去，要将那精妙的佛法带回来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家伙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在散发着光。虽说我不懂他信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啦，但我诚心的期盼他能成功。谁曾想他隔天他就回来了，我还来不及问，他就扑通的一下跪坐在榻上，满脸愁容的说，玄奘再也受不了这种委屈了。后来我才知道玄奘收拾行李打算出城，那城门的军师好奇随问一口法师要往何去，玄奘诚实的回答他，贫僧要去西天取金枝还没落，他就被军师扣住了行李遣送回家了。他说你说他出门前也不叫他一下，这水网刚下了竞争西行的招令，他就往上撞。不过玄奘毕竟是玄奘，他这么一直撞一直撞，撞到隋末于天下，撞到玄武之变，撞到唐太宗成了皇帝，到底撞成这一等一的大师。好，不是古老前辈，我们有一次想问。我猜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想必你是武林心中所说的尉迟亮。我瞧你时依稀瞧见故人的模样。前辈，你认识我父母？认识你父亲？那会还没这个孩儿，他是一名名唤婉儿的女侠，寡言淡漠，与民不符，想必便是你的母亲。那他们后来如何了？后来你未曾见过你的父母？不曾。我既是行修在大学上石轮功，听说是被捡回去的。石轮功那地方，如此说吧，当年你父与武林交好，我从此并不曾见，后来我们同行数十日，在西关分别。你父说是要前去大漠深处，绘制地形图，寻消失的古楼兰。楼兰幻城。那后来这图交予了吴将军。哦，还有此事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那时我与吴林已分道扬镳。分道扬镳？为什么？国不同国。诸位少年人又是远道而来，想来是不知道这盘沙堡的传说。汤姆不是喝多，那依依是不是能摘他绿帽子看看？盘沙堡造成的废墟，但还有传言说闹鬼。
那聊的野炉子们反着潘少宝管不了，出了事全往老子地界跑。废墟，潘少宝从文无尽可摧，夜一百年不倒，就算后来莫名其妙就人走楼空了，也不该成废墟啊。什么野鱼啊，应该说耶律大梁王室潘少宝在下辽边境，没这地方居然还有国，荒无人烟的，这是多倒霉称王霸业霸称来着。可不是，倒霉的国境内到处都鬼鬼祟祟的玩意儿，还妄图勾结我朝中人，当真以为退了老子就能？尉迟哥，他睡着了，我们摘下帽子吧。这个不太好吧？为什么？你不觉得这个帽子特奇怪的吗？我们还是别摘了。他这脑袋中间应当是个秃瓢。好，好，看起来就是第八幕应该都到这边结束了，就会提到一些虞姬的杀，就是的仇人啊，然后尉迟良的一点点的身世这样子。好，剩下的话我们的明天直播继续哦。那明天直播重点就是200抽了。好。